没想到这条街呀、啊，这个走廊啊，那人特别多。这个早上天还没亮，就有人啊在这里跑步了。所以呢，我现在要把这个东西啊收拾一下了。都是一些锻炼的人啊，从这里经过。天还没亮就有人从这里经过了，现在已经天亮了，那个人越来越多了。昨天我差一点提前结束了我的骑行，因为我这个包呀平时都是放这个自行车上面的，但是昨天晚上被我卸下来了，结果这个包还掉了，还好后面我这个包找到了，不然的话就只能结束我的骑行了，因为我的身份证还有所有充电宝全部在这个包里面。这个地方是宜宾市黎溪镇，这个天是刚刚亮呀、啊。然后对面这个是岷江，这个地方应该是不允许骑单车的，但实在是太远了，我不想推啊，所以还是骑过去吧，反正就这么一次。这里有个市场，进去看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早餐买啊。哦，这里有，这都是卖早餐的。哦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，见都没见过。那个拾荒大妈带着她的孙女出来拾荒，这个黎溪镇是一个老镇了、啊、这个老房子还是几十年前的。哎呀，这个导航太坑了吧，把我往这个路上导。我在这个公路边发现了很多这种老房子，感觉这个房子里面是没有人的。对啊，这个房子里面都是空空的，但是它那个正门有人，搞不懂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荒废的，好像有人住又好像没有人住。看这个房子这么烂了，这么老了。这里有一条路进去啊，在这个里面看一下，整个这个地方呀都是冷冷清清的。然后这边这栋楼那个窗户啊都用那个砖头封起来了。现在快五点钟了，所以呢必须找一个露营地了。哇，这里面很黑啊。哎，还有灯，为什么还有灯啊？但是这个又像是没有人住的。这里就是刚刚那栋楼的后面，这个窗户全部都稀巴烂了，可以看到这个房间里面好像是没人的。像前面这栋楼啊，那个大门都是上了锁进不去。这里也是啊，找一个可以进去的地方。哎，好像这里可以爬上去啊。啊，这里有个楼梯。哦，这是一个仓库。哎，那个上面好像可以进去啊。这个上面看一下，那是厕所吗？还是什么？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煤矿，现在那个煤矿应该是倒闭了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变成这样子了，荒废了。哇，这个也太烂了，这个点都没有了。这里很上去啊。哇，这个楼梯这么高。哇，可以一直往上面爬呀。这个
房间里面都长这么多树了，不知道这个地方荒废了多久了。像一座那个山城，层层可以往上面爬呀。哦，这个对面这栋楼可以啊，那个二楼很多有停电。说到底算了，这个上面不去了，现在又下去了。哎，不用下去，是走这里，它这里有一条桥可以过去的。这一条桥直接到这个二楼。哇，这个下面那么多空洞啊，这个要特别的小心啊。这个牢不牢？哇，好高！那个上面是一条公路，然后那边有个亭子，那个亭子里面可能露营，还是去下面算了，这个上面不安全，这么高。整个这一块全部都是一个工厂，一个煤矿。哇，下面那个有个平顶，怎么刚刚上来没看到呢？就那个平顶看一下，应该是这里吧。对对对对，就是这里。这里好呀，今天晚上好像没雨。就这一块了，哈哈，太好了。这个自行车从这里扛上去还真的不好扛，这里有个大管子挡住了。现在只能把睡袋帐篷把它卸下来了，不然的话这么重我是扛不进去的。这个四样单独把它拿上来了，那个自行车啊就轻多了，现在应该是没问题了。现在终于把自行车扛上来了，这个自行车还是太重了，差一点上不来。可以了，那么今天呢就在这个地方露营了，废弃的煤矿。刚刚居然睡了一觉啊，昨天晚上没睡好，昨天睡在那个硫磺红色走廊，半夜三更啊有个人踢我的帐篷，把我给踢醒了。哎，所以昨天晚上没睡好。那现在呢，我又开始做晚饭了。好了，现在开始煮面了。昨天晚上的话，煮面煮得太匆忙了，所以今天呢就不急了。我感觉那个针一把它掰在一边，这个针都烧得那么红了，等一下烧断了。现在可以放盐了，把盐、鸡精还有油先放了，放一点油，这样的话香一点。那这个呢是昨天剩下的面啊，还有很多，把它全部煮了，多煮一点。哇，怎么变糊了？哎，火太猛了，这个水太少了，再放点水，还有一点水，把它全部放了。哎呀，开吃了，这个面放多了，所以呢煮成这个样子了。哎，早知道放一半就可以了，这么大锅估计我吃不完，煮糊了，面太多了，水太少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不过味道还在。只能将就啊吃一点了。天黑了，然后这个面也吃饱了，好了，休息。